这手怎么也绑住了？哎，二宝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二宝，二宝。和这个也啊，这都是姐姐给吃完的。嗯，这么香，还薯片也给吃完了。嗯、这是薯片，我刚买来的这一盒都给吃完了。嗯、这个臭姐姐，不怪小妹妹绑着你，这么多好吃的你都给她吃完了，都一点不给她剩啊！就那个火腿还剩下的一半就给她，这真挨揍了啊！就知道偷吃，天天的。先把他的嘴给他解开吧。啊！我再也不敢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好吧，以后不能偷吃妹妹的东西了啊。手，给他手解开，小妹妹啊，咱不要生气了。你看妈妈这里有一个什么呀？有一个煎蛋，给你吃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要吃煎蛋啊，这多好啊！我要吃冰淇淋。吃冰淇淋啊？哎，正好妈妈这里买了一个冰淇淋。又开始抢，俩人一起吃好不好？好，原谅你了。嗯，没有东西的。哇，一半巧克力，还有一半这是什么呀？奶油，还有草莓味的。哇，一共有三个颜色嘛，太好了吧。